2010年 ，ASTRO 新秀冠军张怡博在首张 EP 独新秀首卖会中，坦诚为了讨个好意头，特地穿上好友送上的红色内裤，希望在专辑发行后可以开出红盘，还说内裤好合身。就是在我发片那天，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觉得说，祝你发片顺利，然后希望下个星期的那个开出红盘首卖会就是开出红盘势如破竹，所以我就觉得要把那个好运，所以这个就去买了一条红内裤，不是他送我的，他送你，是他送我的，然后你就把今天穿上了吗？而且我觉得默契非常好，是因为那个 size 刚刚好。刘慧欣啊，弟嘞，我跟他。刚办完音乐会的东雨哲突然现身首卖会，让张怡博大感意外。动于者除了送上礼物，还买了专辑以示支持，希望彼此的专辑都能大卖，一帆风顺。希望呢，艺博的那座，对，一帆风顺，哎，非常有意思。恭喜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，已经买了两张专辑。回到没有秋天的城市。娱乐最 live。